看看，你们家有这样的小宝宝吗？你们家有这样的脏玩吗？一到这个户外来啊，就疯掉了嘛，就疯狂掉了，就是这个浑身呐、啊，浑身上下没有干净的地方了。同款宝宝你们有吗？这小宝宝一个不注意吃了一口，吃了一嘴沙子，吐出来，快吐掉，吐掉，吐掉，退退，快吐掉，吐掉，你不会吐吗？快吐，吐掉，吐完了没有？啊你啊！现在是新疆啊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乌鲁木齐，17:55啊，不，19:55，说错了啊，19:55，就是7:55，马上8点，太阳还老高呢。宝宝刚才吃了一嘴沙子，他不吐，然后我们用纸给他擦了，擦，给擦哭了，来，给他转转，我准备回了，现在要准备回家喽。回家喽。